上级呢，非常重视这次的搜救行动。这位女战士是在上次的反围剿过程当中失踪的，名字叫常玉梅，啊，20多岁，失踪的时候呢，梳着一个齐肩的短发，笑起来的时候只有两个酒窝，怀着孕。但是，据现在的时间推断，孩子已经生过了。我想起来了。 大约2个月以前，我听我们村西头的阿宝讲过，说在东山岗那边，一户人家娶了一个疯女人做媳妇。这个疯女人啊，整天哭哭啼啼，吵吵闹闹的，被关在了一个崖洞里。东山岗啊？对。我去过那儿啊，那儿好像只有一户人家。我没去过，所以说不清楚。 一条小路去，去弯弯细又长，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。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，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。 就是这儿，请跟我来。是是。上次我经过东山岗啊，就在憨子他家门口歇了个脚，然后我就听见山那边的崖洞里头有人喊着：“我是八路军，我是八路军，我不是疯子什么的。”我们当时挺奇怪啊，就问憨子他爹是怎么回事。憨子他爹说呢，是给他们家憨子买的媳妇儿。 本来好好的，谁想到一生完孩子之后变得疯疯癫癫的，天天吵着要去当八路。我们一听就乐了，这不给憨子买了个疯婆娘吗？我记得当时我还骂过那女人几句呢。我是八路军，我是八路军，我不是疯子。他要真是八路军呢？小鬼子当时就在找女八路。 通八路，弟兄们，大哥，哪儿有八路啊？哎，等等，招了没有？还没有招。这小子岁数不大，嘴还挺硬，这剩一口气了，还扛着不说呢。 你都不说，不止你死，你的家里人都得死。说，八路去你家干什么？我家的家人抓来。哎呦！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快说，八路什么地方？他们是要找一个。 八路在哪里？好像是在东山岗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他好像说是东山岗。大哥，集合队伍，东山岗的进发。是。
啊，那是表婶送的啊，这是五爷送的啊，这是三娘送的。哎，先搁那吧，先搁那吧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今天是孩子大喜的日子，恭喜呀！恭喜了，大哥，恭喜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恭喜了。媳妇叫过来，让大伙一块看看。是啊，这媳妇啊，正在那换衣服了啊。哦，那好，那好。老子啊，一会儿把你媳妇叫下来，让你七大姑八大姨都看看啊。叫，去去去去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俺这个儿媳妇啊，识文断字，模样可俊了。哎，俺憨子啊，有福了，有福，有福，有福。常姐姐，常姐姐。常姐姐，你得抓紧点啊！亲戚朋友都等着看咱俩拜堂呢。汉子，你要逼我跟你成亲，我就死在这儿。常姐姐，你别这样，我说到做到。常姐姐，你先把那剪子放下，俺看着怪害怕的慌。下去，下去。哦，下去。常姐姐，你把那放下。大哥，要不你领着咱，大家去看看吧。去看看，好好好，走走走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好好来来。哟，小子，你媳妇咋还不下来呢？是啊，快点快点，怎么还想让大伙看看吗？快叫下来，叫下来，快点快点。俺媳妇谁也不给看，俺自己看。不让俺看了。咱们自己上去看看，让你们看，俺自己看，谁不要看。这小子啊，有点放魂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待会儿啊，我让他给大家敬杯酒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快走。哎，去前面，去前面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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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也不让看，俺媳妇就爱一个人看，没有梯子，看你们怎么看。太君，这是办什么喜事呢？二姑和那啥儿子结婚。结婚？我看你们是迎接女八路吧？不，我们这儿没有女八路。往这儿装啥？我问你，阿宝认识吗？认识。认识，认识就好。实话告诉你，阿宝可什么都跟皇军交代。跟我装傻充愣，说，把女八路藏哪儿了？太君的，我们这儿真没有女八路啊，真的呀。老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交出女八路，咱啥事儿没有；交不出女八路，看见没有？皇军可没我这么好说话。太君饶命！太君饶命！太君饶命！我们是良民，太君饶命！饶命！太君，我把嘴闭上！我听着，想活命，就乖乖的说出女八路藏哪儿了，要不然的话，都得死！我现在数十个数：一，太君饶命啊！二。饶命啊，太君！太君，
我说的数十个数。老头，说谎的有，统统的，死了死了的，房子的，统统上吊。汉子爹，我常玉梅感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小海和小海父亲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。这次小鬼子又欠下咱们中国人一笔血债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，替所有死难的乡亲们报仇。汉子，我去找我的队伍，去找八路军，你回去吧。俺不让你走。汉子，等我赶走了小鬼子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啊。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常姐姐，汉子，等我赶走了小鬼子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。回去吧。回去吧，汉子，回去吧。常姐姐，常姐姐，汉子，你怎么又跟来了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？俺要保护你。谢谢你，汉子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儿啊有你还给我的手榴弹呢。俺要。你要干啥？你答应过俺的，要跟俺一起去打小鬼子。俺要跟你一起去打小鬼子，跟俺爹报仇。汉子，我是答应过你，但是你要等我找到组织，找到八路军之后才行。等我找到了，我再回来接你，打小鬼子行吗？俺不管，你去哪儿去哪儿，俺这辈子都跟着你，你是俺唯一的亲人。你看，小海都答应俺了。小海，好吧，走吧，汉子。娘。来，你坐。找我啥事儿啊？子花啊，你看，自从咱家尔俊走了之后，娘一直拿你当自己亲闺女看。你以后有啥事儿，就跟娘直说，啊？啊，我也没啥事儿。真没啥事儿？你要问啥事儿啊？你跟李排长是不是？我跟李排长是上下级关系，我是连长，他是排长，他是我助手，我特地派他来帮我们挖地道打鬼子的。就这么简单？嗯。那我咋听说你跟那个李排长那个哪个？就是那个。哎呀，你别装糊涂，人家都告诉我。谁跟你说的？
你告诉我，我撕烂他的嘴去。哎，我说枣花，你别着急呀，咱有话好好说。我能不着急吗？谁背后嚼舌根啊？你也是的，尽瞎听。我们现在都累死了，天天挖地道，想着对付鬼子，我们哪有那闲工夫啊？就你们闲的没事瞎想。枣花，其实娘心里清楚，不管是你也好，还是他荷花也好，早晚都会从这个家走出去的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跟老爷的，我会伺候你们一辈子，给你们养老送终。汉子，快去问问有没有人。有人在吗？哎，常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常姐姐，你咋了？常姐姐，你醒醒！妹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，武器也搞到了，六个女八路找到了五个，还差一个。现在啊，最缺的就是你这样有本事的人。你要是加入我们，我们就更厉害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请你加入我们呀。就差一个女八路。对。打散的时候还挺着个大肚子，现在要是还活着的话，孩子都应该生出来了。妹子，快去救我！我叫常玉梅，我是八路军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女八路叫什么？常玉梅。常玉梅？你认识她？我见过。你慢点啊！好，帮我扶着点。人呢？底下的房子被毁了，证明小鬼子可能抢先了一步。但是上面没事，虽然有点慌乱，但是相对来说，里边人可能走得比较从容。小鬼子来了，也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抓着了程玉梅的。咱们分头找找，刘旭，你和枣花一组，你们俩在附近的村子找找，我去西山找找，如果有任何情况，马上通知。好。呜，小好。呜，汉子，你让他睡会儿。哦，闺女，饿了吧？来，吃点东西。谢谢大娘。哎，你也吃。我不吃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你男人啊，真有力气。帮我劈了好多柴火，给我帮了大忙了，要谢啊，我得谢你们。大娘，难得你能收留我们。对了，这两天这里有人来吗？没有，我们这荒山野岭的，哪有人来啊？那就好。大娘，嗯，不管谁来，您都别让他进屋，等我把身子养好了，
就带她回娘家。嗯，闺女，你就放心吧，你们住在这儿啊，什么也不用担心。谢谢大娘，你人真好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你看你还带个孩子，你吃饱了，孩子才有吃的呀。吃吧。嗯。好吃吗？大娘，大娘，你从哪儿来啊？我路过，我从瓦窑堡来。汉子，有人来了，想讨碗水喝。瓦窑堡那么远，你来干啥呀？我是来找人的。对了，大娘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得挺斯文，看着挺有文化的，不会是刚生过孩子，小鬼子吧？二十出头的女人？没有，你快走吧。没有。那水，等会儿。拿根棍子站在门后，若是想活下来，先给他一棍子。快去！好怕！快去！哎哎，来，喝水，喝水。啊，谢谢大娘。行了，喝完了，你快走吧。不是，大娘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！你不能进去！你让开！长姐姐，长姐姐，你就是那个女八路程玉梅，对，程玉梅，可把你给找着了。你是？哦，我叫林枣花，瓦窑堡的，是八路军派我来找你的。八路军？啊，是哪个部队的？李金福，李排长，他们团长姓杨，是杨团长派我来找你的。杨团长。你是哪个营的？就是李金福他们尖刀排的。不可能，尖刀排没女兵。那我去了不就有女兵了吗？我还是不能信你。你有啥不能信的？你不就那个袁志伟他婆娘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男人也是八路，叫杨尔俊，就是为了找你，他才被鬼子抓去给打死的。同志，是前段时间在瓦窑堡被鬼子杀害的。是，一个是我男人，还有一个也是咱村的，叫杨木栓，才十七八岁呢。这是你的娃娃？啊，给我爸爸。他叫啥名？叫小海。小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为了救我，牺牲了不少同志，我对不住大家。常姐姐，你别哭呀，这不都跟大家见上了吗？咱得高兴才对。是，常玉梅同志，这位是？哦，他叫憨子，当初是他和他爹救了我。救了你？是绑了你吧？你瞎说！俺跟俺爹把好吃的都给他吃了，你不信问他，常姐姐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李排长，憨子啊，也想跟咱一起打鬼子。嗯。俺要参加八路，俺也要打小鬼子，给俺爹报仇。欢迎，只要是愿意抗日的，我们八路军都欢迎。你好，汉子，谢谢你照顾常玉梅同志，谢谢。对了，见着老袁了吗？
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知道。只是小孩还没见到，大海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。姐妹们，咱们现在有了自己的队伍，也有了钢枪、地雷和地道。有了钢枪，百米之外一枪一个，不成问题。有了地雷，鬼子来了一炸一大片。有了地道啊，就像李排长说的，能进能退，能打能扰，鬼子来多少，咱们就杀多少。好，今天呢，就是想跟大伙商量一件事儿，我想请一个人帮我。这个人啊，武功高强，本事大。你们手上的钢枪就是他配合李排长一起搞来的。如果这个人加入咱们的队伍，咱们队伍就更壮大了。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柳絮妹子。姐妹们，我想请柳絮妹子当咱瓦窑堡妇女民兵队的队长，大伙同不同意啊？同意。柳絮，来跟大伙说两句。既然大伙同意我当妇女民兵队的队长，那我柳絮就在这儿发誓，我一定将我杀敌的本事教给大家，我们一起杀了那些小鬼子，为我们死去的父老乡亲们报仇。好。所以说，我的任务就算是结束，我得尽快跟组织汇报这儿的情况。有件事，我想求你帮个忙。啥事儿？你看啊，常玉梅同志，还有那三个女护士，得暂时留在瓦窑堡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张医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会帮着照顾，也请你帮帮忙。知道了。第二件事就是三木优美的事儿。啊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带她过封锁线基本上不大可能，所以她。也得暂时留在瓦窑堡。李排长，你这次回去要尽快带队伍过来，帮我们把他黄庄据点拔了。我回去正要谈这件事，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以后，我们会详细的出一份作战计划的。嗯。潘总，你先坐那儿歇会儿。我跟枣花说几句话。嗯。枣花，咱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队伍，你可一定得给他带好。啊，我不在这段日子呢，小鬼子要是来了，咱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呢，就组织乡亲们进地道躲一躲。啊，嗯，记住，千万千万不能硬顶，不能蛮干。如果遇到什么难事儿，你就找找常玉梅同志，啊，张医生，你们三个人最好商量着来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了。好。你啥时候回来啊？看情况吧，我得把常玉梅同志的情况跟组织汇报一下，等组织的决定来说。至于是给他们接到根据地，还是留在这儿养伤，这个得交给组织来决定。都是自家人了，也甭送了。嗯，现在握手该会了吧？你们当心啊！放心吧，
林早花同志，再见。老板，哥，哎，你都摸他手了，那你咋不跟他多聊一会儿呢？这样，兄弟啊，回根据地以后呢，咱哥俩住一屋啊，我也摸你手，咱俩点个小蜡烛啊，你不想聊都不行，我跟你聊吐了。三木君，林真君，几年没有相见，你还这老样子没有变，你也是一样啊。三木君，没有就交给你了。将士们，我代表大日本皇军，祝大红庄中队的全体将士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你弟怎么回事？三木君，他弟叫铃木正男，小学教师，反战地思想犯，请您严加管教。你弟要好好的改造。石将军，你的伤已经好了，关东军也已经到了，现在正是我们兵强马壮的时候，我们去挖宝，杀他个痛快。三木君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的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嗯。二九君，我希望你跟直将军可以不计前嫌，同舟共济，共同打击土八路，为建立大东亚雇佣圈建功立业。是。大局为重。还有，你去挖宝。让胡仁月把村子里最新的情报送过来，我们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太君，这阵瓦窑堡的土八路太猖獗了，我表妹都好些日子没消息了。报告，杨太太到。太君。杨太太，这边请。这太君刚才还念叨你呢。太君。您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，而且我还带来一个重要情报。什么情报？瓦窑堡地道里边不但有林早花、柳絮和五个受伤的女八路，还有三个女皇军，有一个女皇军名字叫三木优美。优美子被林早花抓到瓦窑堡了，现在在地道里面。地道？这是地道走向图，您看一下。太君，有了这个，咱可就容易多了。石将军，哎，慢。太君，现在瓦窑堡的女人全都武装起来了，她们有枪，有地雷，还有地道，你们不能轻敌。嗯，这个我知道了。关于三木由美子的事情，属于军事机密，对外人不要提起。对部队，就说是去救三名女皇军。不然，这次出征瓦窑堡，进攻为虚，救人为实，第一任务是救人。是。回去我也给我做一把呗。哎，你得好好表现啊。王八出窝了。
鬼子是朝咱们瓦窑堡方向来的，不好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埋埋地雷，上那边防守去。这边都弄好啊！再干点儿。嗯，差不多了吧？嗯。好，把这儿再盖上点啊！人都埋地雷了，你在这趴着干啥？别吵吵呢！我在这守小鬼子呢，一会儿我把他们全突突绝了。这给你。小鬼子在哪儿呢？据点离这多远呢？一时半会到不了。万一一会儿来了呢？飞过来啊！不是，你们埋你们的地雷，我在这守着。老花，这样不行。布完地雷，你带着姐妹们先撤回地道里。撤啥呀？我都部署好了。你当打仗是过家家呢？听我的，撤回去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先藏起来，等鬼子一来，地雷把他们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，我们冲出来把他们全部嘟嘟了。你以为就你有地雷呀？鬼子还有大炮呢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现在的人都聚集在一块儿了，一会儿鬼子一排炮过来，我们就全完了。那他们有炮，咱还有地雷呢，他能炸，咱也能炸。你，枣花，柳絮说的没错，打仗要自有章法，这么蛮干可不行。那啥意思啊？听你们的，躲地道里，放鬼子进村？那也太怂了吧！枣花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不是有地雷阵吗？鬼子一时半会儿攻不进来，我留在这儿狙击他们，你带着姐妹们，先回地道里保护乡亲们。万一第一道防线没守住，我们还能在地道里继续跟鬼子周旋。别吵吵，没听到啊？干啥呀？撤！来，淑萍妹子。你去组织乡亲们上西山，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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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娘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看什么看？老实点，大娘，慢点，大娘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跟上，跟上啊！跟紧，跟紧，跟紧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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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慢点。一萌嫂子，你别在这了，你去布置机关。慢点，好，走，快，来，慢点啊。明妹，你回去看看有没有落下的乡亲。是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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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您没事吧？刚才那枪，分明是冲您来的。您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！是狙击手，这帮农妇怎么会有狙击手？是啊，我还纳闷呢，怎么会有狙击手呢？看来他们是早有埋伏。太君，您看这片林子，这里边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啊。现在咱们可是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。这万一咱们要是冲进去，二九军，
你说的很对，里面的情况我们不清楚。二九军，这正是你立功的大好机会，你带了你的黄仙军、中锋、大日本皇军掩护。不是太君，这这是命令。